大家好，我叫周奇静，是来自恒盈销金的大数据平台架构师。今天很荣幸由我来代表我们团队分享关于恒盈销金基于 Apache Doris 1.2最新版本的风控数据集市升级改造。下面我做下简单的自我介绍。本人有10年左右的金融行业工作背景，在2018年加入恒盈销金，全程参与并主导了恒盈销金风控大数据平台的建设。我今天的分享主要分四个部分：业务场景说明、架构演变介绍、架构升级后的收益，以及未来 Doris 在我司进一步深入使用的展望。第一部分是业务场景说明。我们公司全称叫恒盈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12月，是杭州银行牵头组建的浙江省首家持牌消费金融公司。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在2022年上半年，资产规模达到了360亿。目前在30家持牌消费金融公司中排名第六，服务客户超过千万。公司秉承数字普惠金融初心，以数据、场景、风控、技术为核心，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互联网科技，为全国消费者提供金融服务。目前，我们公司的业务模式是以线上业务结合线下业务进行了双引擎驱动模式。这是具体的业务模式示意图。线上业务主要是轻享贷，针对的是年轻群体的小额在线即时借款，轻享卡主要是针对消费钱包功能，绑定微信、支付宝等进行了绑卡消费业务。线下业务是尊享贷，主要针对公务员、事业单位等客户进行受邀申请，提供的额度相对较大。根据我们公司的业务模式，衍生出了4大类的业务需求，主要是预警类的流量监控、分析类中的查询统计与临时取数、看板类中的业务实时驾驶舱与 T+1 业务看板，还有建模分析类中的多维模型变量的分析。后续的分享主要针对这四个业务场景进行说明。第二部分是架构演变的介绍，主要针对 Doris 1.2最新版本在我司风控数据集市的落地适配。我们先来看一下我司原有的风控数据集市的架构，主要基于 CDH 6大件。包含了 ES、Hive、GP 等核心组件，实时写入与离线统计分析相互拆分开。我司风控数据集市的数据来源主要分为三个方面：通过 GP 数仓同步的业务系统数据，通过 MongoDB 同步的风控决策数据，以及通过 ES 写入的实时数据。这三方面的数据通过 Hive 聚合到一起，进行日常的跑批与查询分析。风控数据集市的下游业务依赖主要是规则引擎与实时风控服务。在规则引擎中存在策略指标引擎与模型指标引擎，因为规则引擎的特殊性，导致我司在数据变量衍生方面会有比较多的投入，某些维度上的衍生变量会有几千上万的规模，这样也
导致 Hive 中存储的数据表的字段特别多，部分经常使用的大宽表字段数量超过3000，过于宽的大宽表导致在实际的查询效率会比较低，成为风控数据集市升级改造的一个痛点。当前风控数据集市的离线跑批产生的变量指标，同时还兼顾着为其他业务提供数据服务的职责。目前 Hive 离线跑批后的结果会定时推送到 ES 集群，因为每天需要更新的数据集比较大，同时因为接口调用时效型的要求，在推送时因为 IO 过高会触发 ES 集群的 GC 抖动，导致接口服务不稳定，这是目前我司风控数据集市改造的另一个痛点。目前风控数据集市在我司的整个数据平台 1.0 的架构中是右侧蓝色跟红色的部分，最后实现了场景需求，预警类是基于 ES 加 Hive 外表查询的方式，分析类主要通过 Hive 本身的查询，看板类是基于 Tabular 加 Hive 的方式，建模类是基于 Hive 加 Spark 方式。以上这几种方式因为受限于 Hive 导致返回结果都是分钟级别。目前 Hive 上的风控数据集市已经有存量数据 300T 以上，2万张表，500万个字段，单表最宽3000个字段以上，这也导致目前的风控数据集市无法与 Doris 1.1 进行快速适配，通过外表的方式维护成本太高。 Doris 1.2 的多 catalog 设计是对类似我们公司这种业务场景的福音。在10月份与 Doris 团队沟通之后，果断调整了架构设计，基于 Doris 1.2 作为核心查询模块的架构更加清晰明确，引入 Doris 1.2 作为数据湖核心组件，实现了与 ES、Hive、GP 等模块的并存，同时又提升了数据查询的性能，实现了联邦查询的效果。经过调整后，我司数据平台 2.0 架构如图所示，增加了 Doris 1.2 相关的绿色部分，并且对下游也进行了升级改造。经过优化后的架构实现了业务需求的方式也发生了变更，新的预警类是基于 ES Catalog 加 Doris 实现，分析类统计是基于 Hive Catalog 加 Doris， 看板类的驾驶舱是基于 Tabular 加 Doris 的方式，建模类的多维变量是基于 Spark 加 Doris 的模式。以上四个业务场景都实现了秒级数据返回，性能提升十分明显。不过在适配的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以下几点。一方面，因为我司的 Hive 版本过低，目前是 2.1.1， Hive 表分隔符不统一， HDFS 用户不生效等问题导致 Doris 1.2 的集成一开始报错，后面经过 Doris 团队处理后，又遇到 Hive 表字段过长，超过64位，最长超过150位，单表字段超过3000的问题，导致查询回来的数据不完整，或者因为字段过多导致节点崩溃的情况。在于 ES Catalog 集成时还出现了查询条件不生效等情况。一开始在联调适配的时候， Doris 团队维持了快速的抢运效率，有时候会一天有一个新的版本，快速的解决我们生产上的问题。这几个问题经过 Doris 团队的版本迭代优化，目前在生产环境运行稳定，整个过程下来平均版本
更新的频率维持在一周一个版本，直到这些问题得到解决。我们也看到 Doris 1.2 最后顺利的发布。为了配合在生产上快速验证新版本的效果，我们在生产环境搭建了两个集群，用于验证替换。目前我们生产集群的配置是4个 F1 加6个 B1 单个节点64核加 256G 加4体的配置，备用集群是3个 F1 加5个 B1 单个节点配置保持一致。因为 Doris 1.2 的查询效率非常高，原本计划一期至少要上10个节点，在实际使用下来，目前的场景都是以 catalog 的方式查询，所以集群的规模可以相对较小，就可以快速上线，也不会破坏当前的系统架构，兼容性非常好，能够在快速部署后就能看到收益。第三部分是关于架构升级后的收益，主要是五个方面。第一点，实现了数据的聚合查询，统一了 ES、Hive、GP 等数据源的出口。我司原用风控数据集市的存储是异构的，虽然尝试过像 Impala 跟 Plastor 之类的方案，在实际使用的过程中还是存在部分问题，只是在小范围应用中使用，没有成为整个风控数据集市对外的统一出口。在使用 Doris 1.2 之后，数据既可以方便的由 Doris 提供聚合查询，还能因为 Doris 1.2 向量化引擎的优势，可以明显提升查询的效率。 Doris 本身又可以提供存储能力，可以使其他数据源的数据通过外表插入内表的方式快速实现数据同步，真正实现了数据门户的效果。第二点是对现有 Hive 任务进行了拆分，将原有的 Hive 跑批任务跟日常的查询统计进行了隔离，提升了集群资源的利用效率。目前我司样集群上的任务大概在5000个左右，跑批占了2000个样子，临时的查询分期占了3000，因为总体资源的有限，导致每天的日常跑批因为资源等待而延误，而临时分析也因为不能及时拿到资源而无法按时完成，经常导致分析师加班。在部署了 Doris 1.2 之后，对于分析师的日常查询统计提升是比较明显的，完全脱离开样集群的资源限制，也不会出现跑 Hive 任务时分钟级别的资源等待时间，基本都是在秒级就可以拿到分析结果。部署 Doris 1.2 使得 Hive 跑批与日常的查询统计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减轻了分析师的工作压力，提升了分析师对于平台的满意度。第三点是提升了数据接口的稳定性。目前我司的数据接口是基于 ES 集群，在进行大批量离线数据推送时，会导致 ES 集群的 GC 抖动，影响了接口稳定性。经过调整之后，将接口服务的数据集中存储在 Doris 上，数据写入性能得到了提升，千万级别的数据能在10分钟之内推送完成，同时 Doris 节点未出现抖动，实现了接口的稳定输出。第四点， Doris 的生态丰富，可以很好的支持 Spark Doris Connector 与 Flink Doris Connector， 方便离线与实时数据的处理。尤其像 Spark Doris Connector 对于目前在过渡期特别有用，当数据在 Hive 与 Doris 共存时，部分 Doris 分析结果通过 Spark 回写到 Hive 非常方便，而且目前我司已经存在很多 Spark 脚本，没办法直接丢弃。在 Spark 调用 Doris 时，只需要做一下简单改造，就可以完成原有脚本的复用，
迁移成本比较低。同时 ，Doris 兼容买收购协议，方便集成大多数 BI 工具。像我是目前在用 Tableau 与芬兰报表平台，可以快速完成对接。第五点是 Doris 集群的运维比较简单，支持横向肉部署，集群扩容方便，节点重启在秒级实现，减少了对业务的影响。目前我是在使用的 Hive 集群与 GP 集群，在遇到扩容更新时，每次的配置修改都会需要很长时间集群才能恢复，尤其像 GP 集群在扩容时，集群会进入到只读状态，需要几个小时的数据再平衡才能恢复正常，会很直观的被用户感知，集群长时间处于不可用状态。Doris 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横向肉部署能力对于生产的扩容维护来说是很好的解决办法。以上五点是目前我司已经部署 Doris 1.2 之后的收益，提供给大家参考。第四部分是对后续我司深入使用 Doris 的未来展望。目前 Doris 集群在我司的数据平台中更多的是起一个查询优化的角色，数据大部分还维护在 Hive 集群上。在数据平台 3.0 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做到以下几点。首先，将实时数据通过 Flink 直接写入 Doris， 不再经过 ES 存储，利用 Doris 构建实时数据集市的原始层，再利用 Flink+CDC 之类的同步工具，将业务数据库 MySQL 与决策过程产生的 MongoDB 数据实时同步到 Doris， 从而最大限度地将数据都接入到 Doris 的统一平台，解决数据的完整性。在数据从上游都落入 Doris 之后，将 Hive、Spark 的跑皮任务逐渐往 Doris 迁移，提升跑皮的效率，然后利用 Doris 实现数据出口的统一，使数据的管理更加规范化。最后是希望能够强化 Doris 集群的管理，提升 Doris 集群的稳定性，能够在百 T 数据的规模上对业务做好支撑。希望是美好的，道路是漫长的。做过架构设计与落地的同学应该都深有体会。有时候虽然有很好的技术方案，如何申请到资源顺利的落地却成为一个难题。有时候比较起来，架构设计反而相对简单，申请到适合的资源却是更难的。大家刚才可能也会疑惑，为什么我们一开始的集群规模这么小？一方面是因为 Doris 的性能优秀，不需要一开始堆太多机器，另一方面更多还是受限于当前的资源预算，临近年底，明年的预算还在路上。不过还好，由于 Doris 1.2 目前支持的新特性，以及后续版本会有其他的新功能，可以支持我司的数据平台在逐渐调整中实现架构的过度升级，既维护了业务的连续性，又能在升级改造中利用 Doris 的新特性为业务创造更好的价值，使得整个的升级过程会相对比较平顺。毕竟只有实打实的业务价值收益，才能让后续资源可以源源不断的投入，实现与业务方的共赢。本次分享的最后，我要特别感谢Doris 团队与社区，是他们的全力配合与支持，使 Doris 1.2 最新版本在我司能够快速的落地，极大的提升了我司现有数据平台的效率，为以后的扩容升级提供了可能。谢谢大家的聆听，我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